你好，7094乘客巡礼。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请你系安全带。师傅，麻烦你开慢点。好。在外面这么多年了，现在回来了，习惯吗？我觉得挺好的，一个人在哪儿都一样。我觉得你妈妈给你介绍那个男生挺好的。男生刚开始，你就都那样吗？都10年了，你还放不下他吗？10年前，我以为我错过的是一个人，到最后才发现，我错过的是整个人生。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10年之后，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。好啦，我已经到家了，不跟你说了。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，情人最后。我已经把10年的经历都告诉你了，你难道一句话都没有对我说吗？